好，各位佛友，大家六时吉祥。好，那很高兴来跟大家一起研讨这个《金刚经》啊。那《金刚经》这部经在华人地区流传得很广啊。那我自己也接触到一些信徒，他喜欢读诵或者喜欢抄写啊，抄写《金刚经》。那一般人呢？哈，一般人对《金刚经》就是哦，听到这个《金刚波的波罗蜜经》，金刚听到金刚很像很猛很有力哈，然后听到这个波的波罗蜜哦，很像很深哦，然后或者说哎，觉得读诵，然后可以有些加持力啊，一般世俗的概念去受持读诵的哈。那当我们读了一些经文之后，我们会想进一步去了解，哎，那它主要的意义内容是什么？那这时候也会面对一些困难，啊，因为确实从以前以来，对于《金刚经》能够解得好的真的不多，古德很多都有解啊。那譬如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这一句话为什么要在同一部经的两个地方出现？对不对？这如果有深入读经的话，一直会对这个问题会很困扰。为什么要说两次？哈，我们说三次很重要啊！哈，那他只有说两次，哎，那其实后来导师就根据相对应的经，啊，譬如《中品般若》，还有根据这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解释。哦，知道原来它是分两个阶段，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啊，所以透过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这个《金刚经》的中去啊。那我想前面也有介绍了一些哈，那我大概可以补充的话，应该开忏法师应该也会跟大家讲，导师在初期大圣第十章第七节吧哈，导师有很简要的一个小节。也是，就是讲到《金刚经》的几个特色啊，几个特色，譬如重视就没有谈空，就谈无相，重视无相。那这个跟早期的般若就有很类似的地方。还有重视无我啊，那另外重菩萨行，重佛果，而且更重视佛果啊。那也重法，因为它是般若，是身法。可是重法之后又重佛啊，所以对佛陀果德的这个信仰，一直是这部经算是重心的部分啊。当然，它的升华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好，那在开始进入之前，我想我还是分享一些，分享画面。那这个二到五菩提，倒是在其他的地方都有提到哈。除了当然这部经。那其他地方，我这边引了印度支佛教学佛善要，还有印度佛教思想史，哦，都有提到这个二到五菩提。那在印度支佛教啊，我们看一下，因为导师印度支佛教很简洁啊，很简洁。好，那我们初发菩提心是发愿心。好，那在生死中，佛弟子闻从佛逢从弟子从经典闻，好，为了要升起这个性空见大悲心。好，那确立这个大愿啊，成佛的大愿。那福心菩提是悲誓哈，啊，众悲，好，那行六度四摄，好，那集福智资粮，好，而且很重要一点，折伏初的烦恼。那明心菩提是正空寂，啊，正空寂。那他这个正空寂，好，一样，这空的悲不舍有情，啊，悲以空而不着息论。好，那这个明心菩提是重返入圣。那方便道的第一个发心，好，这个是正见法心，好，这是真发心。那初道菩提，它也是悲行，好，它菩萨着重在什么？他自力已具了哦。这时候重心是成熟有情跟圆清国土，好，那无上菩提是证这个佛果。那一样，如果我们看学佛三要的话，般若道三阶：信愿、慈悲、智慧，大圣三心嘛，大圣三心。
好，那方便道也是信字哈，信都有字哦，方便道都有字。那它第一个也是信啊，那第二个是悲，但是不离开智慧的悲。好，第三个是三个圆满哈，三个圆满。好，所以这个内容上，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来对照来进一步理解不到菩提好，接着，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内容那看内容的部分，我想我们一样，我们先从目次、从纲要来看目次跟纲要来看。好，那这边接下来要提的是初道菩提跟究竟菩提。好，那我们刚刚有对这个初道菩提、究竟菩提有大概理解嘛？好，初道菩提就是初跟道初是初什么呢？我们前面应该有提到了初是初三界。道呢是道佛果，所以这个出道它有从哪里出，然后到达哪里。那既然要出道，到达佛果，就必须有下面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成就法身，第二个成熟众生，第三个庄严佛土。那其实在这边这三项这三项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知道说。这个大菩萨眼睹熟生嘛，眼睹熟生。那其实我这边会，之前会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眼睹熟生？当然累积福德是智慧福德嘛，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在于说，这三项成就法身、成熟众生、庄严佛土，这都是好的，这是善的，这是引导大家出离的，出离苦的。那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在人间不好的地方，透过修学佛法的改善，而引向这三个，这三个标目，就成就法身、成熟众生，还有庄严佛土。那我这边请各位先看一下，地方。下午。好，那我们先看这边。有看到我引这个长慈老师的讲义吗？有看到。有。好，那这边主要在我要再谈的苦的部分就是这三个。我们对于我们人间的世间的苦，有身心的苦、社会苦，还有自然界的苦。那如果我们有读过导师的书，导师就是把八种苦，八种苦前面七种分为这三类。那五蕴苦的话是总说嘛，就是分为这三类。好，在这边下面这边有说了，我们的苦分这三大类。那这三大类的苦，既然我们要离苦得乐，我们要改变，那第一个当然是从自己身心改变。所以自己身心的改变，最好的办法就是成就法身。那社会的意思就是人跟人之间。好，那我们有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所以要成熟众生，就是我之外嘛，我之外的关系。当然我们说最小的社会单位是。家庭那达到整个社会，国家甚至整个国际这是社会，所以我们也可以改变，从社会苦的问题改善，就是成熟众生。然后自然界，我们的气世间，那对于气世间的改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守这个庄严佛土，把这个我们的气世间改善这就是庄严佛土。那对于这三类的苦，谋求改善，就是成就法身、成熟众生，还有庄严佛土好，这是我从这个标题跟这边我们来
稍微对照一下哈，也可以补充理解。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就见菩提的部分哈。那就见菩提，注意一下，第一个标题是圆正法身，第二个标题是示现化身。好，所以你看从这边《金刚经》我们可以看到，哎，成就佛果的话有法身跟化身哈。那成就这个圆正法身功德有下面这六项啊，下面这六项。那这六项的内容哦，这六项内容我们可以先参考导师一个地方有把这六项标出来啊，在第十三页，我给各位看一下啊，第十三页。好，在这里。好，那主要是这段话，你可以对照一下这些内容哈。好，第一个自见圆明，好，法身佛以自见，好，这是第一项哦，哈，心力第一项。然后福德为本啊，这是福德众多第二项。接着呢，感得果德的无边身相啊，这是身相具足。那微妙法音就是法音遍满。好，那现身说法就是信众殊胜啊。好，那后面修万善而同归无德，正无上正觉。好，这个是正觉圆满。好，所以这六项的内容其实都在说明法身的内容哈。好，那自见圆明，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标科的地方哈。好，自见圆明跟福德众多，好，这个是怎么样呢？这是内在的，那一个是智慧嘛哈，一个是福德。好，那身相具足跟法身遍满，好，这是外在的哈，外在的身相具足还有这个法音。好，那信众殊胜就是未来世，好，这个有众生升起信心啊。好，那因缘果满，好，这是圆成。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化身事业啊，化身事业。那化身事业这边就分两项啊，两项，四项，化凡夫众，现化身相，还有处大千界，还有说无我教啊。好，那这四项的内容其实我们在后面也有一个地方有提到哈，我们先来看后面的第十六页，在十六页有提到这些内容。好，在这边，好，那这边的化身佛，那我们一般对于化身的认识就是，随类示现啊，所以化身有一类的是随类示现的。那这边说的化身，主要是从佛在人间的啊，好，入胎、出胎，一直到入涅槃啊，到这个人间的化身佛。好，那这个释迦佛在人间成道就有这些事情啊。不知道各位，如果我们读一般的阿含经，会有什么？一时佛在哪里？在舍卫国哈，然后有这个大比丘众，然后有这个，然后接下来说法哈。好，那你看就有化主佛嘛，然后有比丘众，然后在这个舍卫城，然后说了什么法？好，所以这些内容其实还是很普遍一般的这些。内容啊，就是经典常常用的这个人啊，哈，画主，还有这个听众，还有地点，还有所说的法，好，那依这四件事情啊，依这些事情来做这个内容的观察啊，做波罗的观察，好，接着我们回到最前面的。这个标科哈，好，那最后这两个
初到菩提，究竟菩提说完了之后，好，那就劝发奉持。好，那进一步劝发奉持，哎，再交代一下哈、哦，再交代一下，要这样的自见信持信解，而且要如是受持读诵啊、哦，还有正观。那最后流通分，好、哦，这是经的一般的格式哈、哦。好，所以我主要针对这几个大纲要了哈，啊、哦，初到菩提的这三项，还有究竟菩提的法身跟化身，啊、哦。对大标题，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哈。好，那接着我们接着从经文来看哈。那初到菩提的内容其实没有很多，就是刚刚讲的那三项。好，我们看经文的部分。好，须菩提，云何？譬如人生常大啊，人生常大。好，如来说人生常大，则非大身，是名大身。好，那我们这三段嘛，哈，这三段我们前面都有说过了。好，那这个法就是非啊，然后即是啊，这个二谛的一个三段的这个语句哈，一直这也是《金刚经》的一个特色哈，它一直出现。好，那人生常大，那意思就是这个大菩萨了哈，大菩萨，那当然就是证无生法的。好，那对于这个人生常大，在其他的经啊，哈，其他的经，这个常哈，其他同样其他的不同意思的译本，他有说人生妙大啊，这个微妙的妙啊，人生妙大。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内容。好，第一个括号一，那须菩提，好，须菩提是。这个解空第一嘛、哦，好，那这个对于这个人生常大的这个人生啊、哦，好，也是怎么样通达毕竟空，从远而成，那没有这个大身的真实性，好，所以悟法性空，以清净的功德愿力为缘，好，成就庄严的尊特身，好，假名如幻，这是大身，所以毕竟空而从远而成的啊，而且是假名的啊。那假名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真实性，但是它因果怎样宛然？它在事项上是也是现实啊，也是正确的啊，也是不是完全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毕竟空，要空的是空去这个真实性啊。那只要空去真实性。由缘所起，一切可成啊。好，那对于第二项，好，菩萨得法性身有两类。那这边提到的两类，第一类是什么呢？好，入涅槃者回心向大而发胜于菩提心。好，这似乎是这个阿罗汉回小向大哈，那这个回心向大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得无生法者，他还是肉身，那舍这个分段身，才能得到法性身。那我们对于无生法忍知道是这个大圣的一个重要位阶哈、啊。那当然有一说了哈、啊，不同说、啊。一般呢、啊，最常看到的是八地正的、七地正的无生法忍，或者说八地哈、啊。好，那刚开始正的无生法忍，他还是肉身。那舍此分段生，这个分段生是什么意思呢？分段就是指分段生死，那这个分段生其实就是肉身啊，所以它还是五蕴所成身啊。那要舍去这个五蕴所成身，分段生死的五蕴所成身，啊，才能够得法性身。那智论大智论说八地舍重生啊，所以这边肉身啊、分段生啊、这个重生，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那八地的话更没有问题啊。好，好，所以这一句话了哈，这句话导师这边说可以判为明心菩提，好，但是明心菩提就是胜于菩提心的嘛哈，好，但是对于这样的人生常大非大身是名大身，好，这个初到菩提圣者是决定可以信受，可以证，可以知解的哈。
好，那下面对法性生的两类哈，好，那这边下面可以，这个两类的得法性生有两类哈，这个下面可以自己看补充哈。好，那下面这个注脚二，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好，这边说舍弃报身，好，舍弃第一分段报身哈。好，那八地以上它有这个变异生死。他能够，他已经八地以上就已经没有这个肉身了，他完全是变异身。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项成熟众生。好，那成熟众生的部分，我们看经文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为菩萨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好，那我们看内容第一段的说明。好，那对于刚刚的这个大身呢，大身就是法性身。那这个法性身还是缘起如幻。好，那对于要成熟的众生，也还是缘起如幻。好，那成熟众生。就是以众生成就解脱善根而入无余涅槃为究竟好，那这个解脱善根啊，什么是解脱善根呢？解脱善根就是发出离心，如果以二圣来讲，那大圣的话就是发菩提心那当然是前面获得到的菩提心成就先成就他们发出离心或菩提心，好，那进一步入无余涅槃。那这个无余涅槃，如果以二圣的话，就是阿罗汉那如果以这个大圣，也有说无余涅槃究竟的无余涅槃究竟的无余涅槃是佛。好，所以菩萨在度众生，如果有我跟众生我在这个度化众生，好，那就只有能跟所好，这样这个执着就没有断了我相不断。好，那下面接着说，明心菩提跟初道菩提，它所种的不同对于胜义菩提心，这个明心菩提以前它着重在从假入空，好，它目标是证这个空当然以大乘来讲是空有无碍空有不二。那初道菩提，它就从空出假着重在真菩萨的大方便大方便就中了这两个目标成熟众生庄严佛土来去入佛果。好，下面接着说什么是菩萨呢？从罪发心到现正法性到一生不处，都是圆成如幻。好，那对一切法的观察，就是一切法它都是怎么样？都是即一切法即真而且下面说离一切法，离一切法真如。好，那都不见也不得，可以不见不得有真实的菩萨。好，那下面说也可以参照这个三加品。好，那第二项说，好，对于一切法，一切法，那一切法就包括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世间处世间，好，都没有实在菩萨的实在性可说。那当然就是不要执着有什么真我。好，对于这边这一句话觉得这一句话即一切法真如即一切法观察，即一切法真如，还有离一切法，离一切法真如好，那这句话可能不是很好懂就是即嘛即那对一切法的观察跟一切法真如这两个是相即的那证真了之后，也不要怎么样，不要去执着一切法，也不要去执着一切法的真如。所以这边的理这边的理其实把它可以把它成为理解，理解成为这个不执着因为证真也要重要，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对于所证的这个真如，
把它执为实在啊，所以也要离一切法的真如相啊。好，那对于有漏无漏，什么是有漏，什么是无漏呢？好，我们对于一般有漏无漏的定义是什么呢？有漏就是这个漏是指烦恼，哦，会起烦恼，还有会增长烦恼的，就是有漏。那无漏呢，就反过来，可以止息烦恼，可以消减烦恼，好，这个就是无漏。那有为跟无为，我们一般怎么分呢？有为是指生灭法，啊，有生有灭的是有为法，无为法是指不生不灭的。好，那世间呢？世间法是指什么呢？系属于三界的。好，那出世间，好，当然就是这个无漏的无漏心行的功德法啊。好，所以在一切法里面都找不到有这个菩萨的实在性啊。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庄严佛土的部分。好，经文它的意思，它的内容是：好，如果菩萨就是说，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哈，好，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哈，好 ，A 即非 A 是名 A， 哈，好，那这个非的部分就是指这个。无自性啊，还是圣义地啊？那是名庄严是假名庄严？好，确实世间上啊，世俗上可以说庄严啊。好，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是真是菩萨啊。好，你看这边重无我啊，重无我。好，那我们看内容的解释啊。啊，括号一第一项。那如果说要庄严佛土，好，就有能庄严的人，还有所庄严的佛土，所庄严的法，好，有能有所，好，这样就是取我跟法相。好，那这个庄严佛土没有实在性的庄严佛土，好，那这个庄严佛土也是缘起假名，好，所以对于这个。没有我相、法相，好，就是离相啊，离相，还有我法皆空，好，这样才是真的菩萨啊。好，括号二，无生法忍以后的菩萨事业，好，他庄严佛土、严净佛土，好，好，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菩萨以摄取同行同愿来共同庄严佛土啊，就是。老师有说过一句话了哈，这个佛教本来就不是啊一个人的事情，好，佛教是大众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庄严佛土也是要同愿同行的人啊。那这个部分很像前面有提到了哈，前面有提到，前面 B 的讲义那边有提到，好，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哈。那对于明心菩提跟出道菩提，老师这边有一个比较哈。那明心菩提它主要是在约分证菩提，好，那重点是解说如来的真理哈。那出道菩提沿土收生，主要在重点在菩萨说菩萨的真理哈。好，括号是。据智慧分说明菩萨，好，没有真实的菩萨可言，但是因缘和合，而且能够以般若通达这个我法的无性空，这样才是真的菩萨啊！好，所以智论说据这个智慧分说明菩萨，那菩萨悲愿发起般若。成就，好，这是真实的菩萨。好，到这边就这三大项啊，那这三大项内容其实都是三句论法。好，接着我们来看究竟菩提。好，那究竟菩提的内容一开始说到知见圆明啊，知见圆明。
我们看内容。好，如来有肉眼佛，好，有肉眼，那接着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还有佛眼。好，那这是佛有五眼嘛，哈。好，那这当然最重要的是佛眼啊，能够直见圆明的是佛眼。好，接着说，恒河中所有沙啊，好，佛说是沙佛，好，说如是啊。好，须菩提，于云何？一恒河沙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所有沙数的佛世界，好，这样多不多？甚多哈、哦。那这当然就是恒河沙哈、哦，然后恒河沙的所有沙哈、哦，每一个沙又有怎么样？又有像恒河那么多的沙，所以是恒河沙的平方了哈、哦。那这么多沙，恒河沙的平方的这样的佛世界，这样多不多？好、哦，这样很多哈、哦。那这么多。如果有一个国土中有刚刚说的这么多的众生心，如来都能够知道、哦、如来悉知，何以故？好，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好，一样心的三段说明、哦、好，那说一则何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好，简单的说，这个诸心非心就是心即无自性、哦、那我们来看下面。对于究竟菩提，好，那这边的说明哈，好，那究竟菩提菩萨的因圆满了哈，得一切种智。那我们对于这个佛的智了哈，佛的智一般有两种，一个的话是一切智，就是没有这个种哈，一切智。那另外一个的话是一切种智哈。那我们简单的这样看了哈，对于一切智就是种相智。对一切种智就是别相智、啊、那这是佛。那如果是菩萨的话，菩萨也一样有两种智。菩萨的种相智就是这个，道智、啊、还有一切道智。接着佛身，好，那对于佛身比较早期的哈、啊，比较早期的佛身，大圣、小圣。都提到法身跟化身、哦、那小圣的法身跟化身、哦、我们来看这边的说明。在大众部里面、哦、大众部里面对如来的看法、哦、如来色身无边际，威力无边际，受量无边际，念念遍知一切法、哦哦、那这样的一个法身、哦、是色心圆满清净的、哦、不单只是空性的法身、哦这个是大众部的哦，所以大众部对于佛大众部的佛陀观是很怎么讲，很高妙的啊。好，那这个法身其实就是如来的真身。那这样的一个真身，只有大根器啊，大根器的众生法身菩萨能够见到他的法少分。那化身呢？刚我们说到化身有两种，就是随机应化的。好，那。第二个就是在人间成道的、啊、好，八相成道的释迦。那对于释迦佛，他初心菩萨、小圣凡夫可以看得到、啊、好，他主要是适应这些来化现的、啊、好，括号三，那有人就会说，那佛诸法皆空，那。如果一切皆空的话，那成佛既然一切皆空，那会不会什么都无所知？好，所以这边要说，知见圆明，好，它超过一切啊。那这个是世间因果嘛，哈，好，它成佛，它有世间的这个因果业用，好，所以它成就无眼。好，那眼能见，所以。能见种种，就有种种的眼。好，那无眼说，下面进一步说明哈。好，这无眼，那肉眼，好，就是我们一般的肉眼哈。好，只能见
表面没有办法见内在哈，见出不见西，见前不见后哈，见近不见远，见明不见暗。好，天眼，那天眼它就更精微了。好，对于刚刚见不到的，肉眼见不到，它都能够见到啊。那不管是肉眼，不管是天眼，好，它都是色法啊，好，都是清净的四大极微啊，好，地水火风是极微所构成的啊。那这个清净嘛，啊，清净，我们不是对于我们的眼哈，眼有所谓的净色根有没有啊？清净的净色根，还有所谓的福。这个福根层啊，福根层就是我们对眼睛里面能够看到色法的这个维系的啊神经细胞了啊，这是清净色啊。那这个眼球啦哈，这些看得到的这些色法啊，这就是眼的福根层啊。好，那都是。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清净啊，清净主要是指净色根的部分哈。好，第三个息，声闻有慧眼，好，那这个慧眼是通达无我空性。那法眼菩萨特有的，它不但能够具有慧眼的功能，它还能够怎么样呢？从空出假，好，它空通达了，它也能够啊。这个有这个方便啊，好，能见如幻缘起的无量法相，而且能够适时的来用种种法门化度众生。好，佛眼就是佛所特有的。好，那刚刚法眼它能够从空出假，那佛眼更能够空假不二。好，能够见这个中道啊。好，那对无眼有下面的两个说法啊。好，第一个说法就是如来有五种眼啊。好，如来可以看到凡夫所看到的，可以看到天看到的，可以看到这个二圣看到的，就是通达性空无我。那通达性空无我能够进一步了知熟地万有，这是法眼。那见佛所见的不共净啊。那第二说就是佛有肉眼、天眼，但是他的肉眼、天眼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更高级了。那后面的慧眼、法眼、佛眼，好，又有两种说啊。那这个自证，就自证的部分是慧眼。好，那我们知道慧眼是通达性空嘛，那第二，约化他是法眼，啊，一切无碍的这个通达无碍的是佛眼。那另外有约三智来说这三种眼来对照的好，一切智是慧眼，那道种智是法眼，一切种智是佛眼刚刚我们不是有。特别提到一切智跟一切种智嘛，好，那佛呢？佛除了它能够有一切智之外，它还有一切种智，就是种相智跟别相智，它都圆满具足。那菩萨呢？有道智跟道种智，那菩萨的道智当然就跟二圣的这个慧眼一样，它能够通达这个空无我，那菩萨的道种智就是能够通达别相但是它跟一切种智比起来，当然没有一切种智那么深广。好，下面的解释好，对于沙了这么多的沙我们刚刚说有平方的那么多的沙，那么多的沙就像有那么多的国土，好，那么多的众生，那这么多的众生，每一个心行。如来能够知能够知见，而且能够通达那佛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力呢？因为心是缘起无自性的那心假名为心这个
我们世俗约定成熟的这个假明心哦，有这个业用的心哦，它终究是无实体可得了。好，所以通达缘起无自性，哎，就可以有通达这个这么多的心性啊。好，下面譬喻哈，来形容如来的自见圆明。好，所以一个世界就已经很多了哈，那一切众生那么多的世界，好，每一个众生的心念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好，数量太多了哈。那二的这边的说明哈，无自性的众生，好，在平等空哈。通达空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佛通达了这个缘起无自性，所以通达这个缘起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得以这个无所得，那无所得能够才能够得无所爱啊。那无所见，这个无所见就是没有一切真实的法可见啊，那才能够无所不见，所以能够骗知啊。这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是佛的这个功德嘛，还有佛的智慧确实很难理解，以凡夫来讲很难理解。好，我们看一下注脚12来稍微帮助理解。好，那这边注脚12的大智度论卷28这边有说，那何以何智能够智一切众生心心所法。好，佛有无碍解脱，入解脱，入这个无碍解脱是一切众生心心所法、哦、就是刚刚说的大概跟刚刚说的内容相近嘛、哦、那大菩萨也可以、哦、大菩萨得到的是相似的、哦、跟佛是相似于佛的、哦、好，那这边说明的内容一样哈。好，一切众生的心心所法，性时虚狂，无来无去。好，所以佛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心所法。好，那这边有个譬喻哈，比丘贪求就不得供养。好，你有贪就被贪绑住了，好，你就没办法得到更多了。好，你没有贪的话，就无所法短啊，就充足了。一样如果有这个实有，就受到限制了。如果知道一切法这个空无所得，反而可以更宽广的知道一切。好，那这边说分别取向不得施法，不得施法不能通达一切众生心心说法。不取向无所分别才能得施法。好，那这边的大致中的说明很可以帮助这一段话、哦、好，接着我们回到经文的内容。那缘起假名的心、哦、就是众生的心嘛、哦、它非心，没有心的实在性，所以约三世来找这个心、哦、还是找不到心的实在性。好，那过去的就没有了嘛，就灭无，就没有心可得。好，如果心在未来，现在现在念念不住，也找不到实在的心。那现在也不能离开过去未来来说。好，当我们说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是相对过去跟未来来说的。好，那过去不可得，好，现在就不能安立了。那未来还没有生，也不可以说这个未来有心可得。所以对于三世中求心的自性不可得，好，那这个自性虽然心的自性不可得哦，但是心却是这个如幻，当然也是在说明没有实在哈。那假名是指它是假名有的，好，所以自性不可得，我们认识到的心是自性不可得了、哦、所以说诸心非心。所以依于这样
知道心的自性不可得，才能圆见一切哈、啊，通达无碍。好，下面要说，相对于世间哈、啊，就是圆见一切无碍，但是世间人却有没有办法无碍哈、啊？那为什么没办法无碍？因为有种种的妄执啊。那第一个妄执就是常见，常见哈。啊那对于我们的心，前一念虽然我们承认哦，前一念不是后面这一念，好，那后跟前也不同，好，但是前跟后各有实体相续啊，前后相续，但是是不一样的哈。好，这是三世实有，就是前面那一念的心有它的实体，后面那一念的心有它的实体。好，这是说一切有部了哈，说一切有部对于这个。三世实有、啊、法体这个有三世各有实在的法体，好，这个有实在的法体、啊、这是落于常见、啊、那断见呢，好，相对于三世实有有另外主张现在实有的、啊、好，那现在实有的对于三世里面，他对于过去未来认为过去未来他不实在、啊、只有现在有实有法、哦啊、那这样的来看起来呢，它会落于断见、啊、那为什么会落于断见呢？因为前后相续嘛、啊、你前如果前面没有过去的这个心不实在，那现在产生现在有一个实在的法，从不实在到实在，那就有中断的过失。那现在的心到接着未来的心，它是延续的、啊。那我们说现在的心是实在的，可是，现在，然后到未来哈、哦、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心，如果现在是实在，那未来的心是不实在的。好、哦，这样的有一个实在升起不实在，好、哦，还有不实在升起实在，好、哦，这样也是中断的过失。好、哦，好，这边是这个断见是。是中断的过失、啊、好，括号三说到外道的常我论、啊、那外道认为心常恒不灭，那认识上可以有变异，但是我们有变异的、一下子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那个心那个变异的心，那不是真心，好，那是假象。所以有的认为心有一个恒常不灭的主体，好，这是跟外道的常我论一致、啊、好，对于念念不住习习流变、啊、妄执为常、啊、这是痴、啊、好，接着说心即无自性、啊、那心是不容易明白，要通达三世心的即无自性，好，才能够理解这个缘起不断不长、哦、那我们对缘起了、哦、对这个龙树菩萨的八部缘起不断不长、哦、这个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有不无、哦、都是对缘起的说明、哦、好，那这个可以参考中观经论或者导师的中观论诵讲记。好，那下面就引一个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哦、好，这个德山他被有一个老太婆问了一句三心不可得，好，那这个上座要点哪个心，好，他就没办法回答、哦、好，那毕竟空而无常无我的幻心、哦、我们对于这个无常无我这个幻心，但是他的究竟好是空的，好，这样事实上是不容易理解，是甚深的，那如来才能够无碍的通达。我们对于这个德山这一位法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下面有一个 古籍的记载，古籍的记载，好，他呢以前就
这个金元律藏啊，还有贯通诸经的旨趣，也常常讲《金刚般若经》啊，所以《金刚般若经》在华人地区啊，在中国也很流传啊。好，甚至大家认为他是金刚的大家哈，称为周金刚。那他在北方啊，他就不信南方的这个禅宗啊。他说，出家千劫学佛威仪啊，万劫学佛细行，这么认真努力的都不能成佛，你南方的人怎么敢说？直指人心，见性就成佛。这么多的时节来学，都不见得能够成佛。怎么一件很简单的直指人心，就能见性成佛？好，他就要去挑战啊。好，所以就当这个青龙书钞啊，《金刚经》的一个注解书。好，那路上就遇到这位老太婆啊，那老太婆就问说。你到底担的是什么书了哈？好，他回答《青龙书钞》。那这个书钞是讲什么经呢？好，就是回答《金刚经》。然后这个老太婆就问他一个问题：好，你如果能够说得出来，我就供养你。好，这个点心哈，你如果说不出来，就没有得吃。好，所以。我们刚刚上面那个问，其实就是这个老太婆的问了哈。好，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好，这《金刚经》刚刚的内容啊。那上座到底点哪个心？好，所以他就没办法回答哈。所以也就是说，他的问题，德山的一个问题，可能在于说，他对于心的不可得，以为没有。其实心的不可得是指即无自性啊，没有一个实在的心可得，但是现现成成的心啊，在世间这个有可以修善法的心，还有起烦恼的心啊，这个因果而来的心、缘起的心，这确实现现成成的啊，幻有的心是有的啊，所以他的问题在于空有不能无碍啊。好，接着我们来看福德众多啊，福德众多。好，若有人已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好，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佛，好如是啊，好这个福这样的因缘福德甚多。好，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啊。好，这个无啦、不啦哈，这通常就是没有自性啊，没有福德的真实性。好，我们看下面的内容说明。好，那这么多的七宝布施，这福德太大了哈。那如果福德有实在性的话，那你。大千七宝的布施，也就大千七宝的福德罢了。啊，这样不算福德多。好，所以因为福德是无自性的，而且称法界为量啊。好，这个称有符合的意思啊。好，符合法界的量。那法界什么量呢？法界是无边无量。所以无自性的福德才能够符合法界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所以布施能够跟般若相应，就不取相啊，来布施，那这样的福德，好，能够前后啊，通前后，时间上通三世，空间上遍十方，好，那成就无量清净的功德，这样才算是多啊。好，那下面括号二有一个解释哈。那刚刚第一项是智慧圆满，这里说福德众多，好，
那佛呢？佛的，我是福德啊，智慧都圆满。好，这是佛的体性啊。好，好，那这边的说明跟教德不同啊。好，我们对于这个功德的比较了哈，功德的比较都会说，哎，前面嘛哈，前面很像也有。好，如果这么大这么多的这个布施物来布施，好，这样的福德跟好受持金刚经还有四积劫的福德来比较，好，这叫教德啊。但是这边不是教德啊，这边是说这个福德啊，福德无自性。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第三项啊，第三项是身相具足。身相具足这边的经文的内容啊，好，于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佛也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相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身相，即非具足身相，是名具足色，具足色身啊，一样是三句的这个论法啊。好，于云何如来可以具足相见佛？佛也。好，如来不应以具足啊，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好，一样在否定这个身相具足的真实性啊。好，下面的说明对于这个如来的身啊，好，不要我们这边的对经文的内容说明，它还是在法身哦，啊，还是在法身，所以这边的法身啊，佛的法身是这个具足身相的哈，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对如来身，如来身哈，那如来色身是诸法合合的一合相，那诸相三十二相哈，那这一的相是某一部分的特殊形态哈，好，那对于法身啊，二身中的法身有。那如来的法身呢？哈，如来的法身是有相还是无相？那我们所谓的如来法身，就是指如来的真身了哈。那对于如来真身，到底是有相还是无相？好，那这是在佛教界的一个争论哈。刚我们是不是有看到那个第几页？刚在大众部有没有？第五页大众部。他认为佛的真身啊，他有色身、有威力、有寿命，念念遍知一切法啊。那相对于大众部这种崇高的佛德，说一切有部对佛啊，佛的这个入灭就认为是什么灰身灭智啊，没有身也没有心啊啊，因为涅槃不可说。所以。对于法身有相无相啊，有争论哈，好，有的说有相，有的说无相。那佛有法身跟化身，好，如果说佛有两身，法身跟化身，那这个法身是有相的哈。那 B 有相的法身，好，这个有相的法身，色身无边，音声遍满十方啊，好，这个。认为佛的真身是有相，而且可以有声音遍满十方。那二身呢？哈，二身就是，法身跟化身，啊，那也有三身的说法，还有四身的说法，啊，如果是三身的说，三身或四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哈。我们先谈二声，等一下再对照三声跟四声，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